宜兰五溪今仔日再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，有一台这轿车那亲像驶伤紧，怎弄到头前的厢仔车，啊，刷来有那个弄去对向的这小货车，怎那造成小货车的驾驶甲厢仔车的母女，总共有三个人不幸过亡去。一台姓吴十八人驶轿车，七六早起在五溪乡溪滨路往宜兰市方向，急速车速伤过紧，当头前厢仔车车尾，搁甲对向小货车相撞，弄甲真大声，附近人拢听到。这车祸造成三死一伤。听到很大声的撞击声，撞击声。你是住在这附近的？对，住附近。你在政策上啊，在相关的议题上哈。在事故现场，还佫听到车顶管报上的公布，车祸的发生地有七所翕相的路口，三台车已经路畅畅，零件是落地的车道顶管将近百公尺。他的家属太重要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在车祸现场，近四十多人是当场死亡，三名护理人小弟。三名护理人迄时阵开车载读宜兰高中的查某囝去读册，两人煞拄着死劫。小货车的驶运的驾驶送医了后也不治身亡。另外，驶轿车的三个十多人依然重伤，伫病院抢救当中。初步了解，伊无酒后驶车，专案详细事故原因依然爱阁调查。疑为 A 车未注意车前状态 ，B、C 车尚未发现肇事原因，详细肇事责任以鉴定会鉴定为主。那个红灯停了以后，我们还是不敢走，嗯、因为砂石车非常多、嗯，他们有的还是会冲啊。这溪滨路两礼拜来已经发生第二件死亡车祸，顶个月至今才发生小货车为路边起步，后两台机车撞到的事故，一人死亡。附近人即期因为路伤过低，车速翕相煞无济，所以车速拢真紧。附近运动的老大人都算有车红灯，也唔敢过车路。死亡车祸常常发生，希望公部门赶紧改善这条路的交通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